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学习 Node.js 啊，呃，今天咱的标题是，大家请看啊，表单的处理。咱们上一期呢做了一个小论坛的客户端 HTML 的部分，今天呢咱们要处理那个 HTML 的表单，咱们今天呢做服务器端的部分啊。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请稍等，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啊，就一个服务器表单的处理该怎么处理啊？马上看实战演习啊。 呃，咱们有一个就叫 my server 啊，有一个 my server 的文件，这个文件内容咱们一起看一下啊。呃，第一行是以前咱们都用过的 HTTP 核心模块，第二行呢是文件系统的处理模块，第三行 e g s 没有问题，第四行这是咱们新加的，这是干什么？这个是处理用户表单提交过来的数据，用了这个叫做查询块儿、查询串儿，这个呢也是 Node.js 的核心库，咱们要记住它的使用方法啊。好，咱们再往下看啊。 呃，这行非常重要啊，什么意思？咱们上一期呢写了一个 forum 点 egs 的文件嘛，对不对？今天咱们呢把这个文件读到内存当中，为什么？因为咱们要渲染它，怎么渲染？一会儿会看到啊。哦、呃，接下来咱们声明了一个服务器端的 posts 文章的数组，什么意思？ 用户他输入所有内容，每次提交都要输一个内容嘛，对不对？那么呢，咱们把用户输的内容存到这个数组当中，以便于向客户端输出渲染网页时呢使用。一会儿怎么使用，咱们会看到啊。好，接下来是服务器逻辑的主要的处理部分。咱们看一下啊，嗯、呃，这个服务器的主要处理部分，首先上来先判断一下用户所提交的方法是不是 POST。 咱们看一下上期的表单啊，大家请看上期表单这个地方，我用的方法是什么？这个方法 method 的是 post 嘛对不对？OK，那么咱们就要判断一下是不是 post。如果是 post，咱们认为用户呢是输入内容点击了提交按钮；如果这个方法不是 post，说明什么？说明用户是通过浏览器的 URL 输入了这个网址进入来的。那么咱们要做不同的处理啊。 如果用户是点击这个提交按钮过来的时候，咱们呢要进行表单提交的处理。如果用户通过 URL 输入进来的时候呢，咱们要走这个表单显示的处理，因为它 GET 方法嘛，它不是 POST。那么咱怎么显示？咱们先看一下表单显示的逻辑啊，就这地方，show form 什么意思？咱们传过来一个文章的数组，就这个文章的数组，就是这个。 文章的数组嘛，对不对？嗯，咱们把文章的数组传过来，然后呢，用 EGS 引擎进行一下着色。着色谁？着色这个模板。这个模板是什么？这个模板就是咱们上一期所定义的 forum 点 EGS。好，咱们对它进行着色，然后呢，为这个模板呢传两个变量，一个是标题 title，一个是 posts。所有输入的内容，这个 posts 在模板中怎么使用？咱们再看一下啊。 这个 POS e 在模板中，大家注意看，就这样使用，直接就能够引用到。它呢是在服务器端嵌入过来的，哦，就这个地方，它和这个 POS e 是一一对等关系，请您一定要记住哦。好，咱们再往下看啊，嗯、呃，渲染完了，渲染完的结果呢，存到这个 data 的变量里边去，然后呢，咱们再用这个标准的 HTML 方式呢，向客户端进行输出网页的内容。 没有问题吧？所以说这个方法呢，就是说读取 post 读取文章数组里面所有内容，然后呢进行渲染，然后把渲染的结果呢向客户端进行输出，就是这个网页的，就是这个函数的功能、哦。好，那我们看完了这个 get 过来的方式处理方式，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post 啊，post 来之后，咱们呢要收取收取什么？收取客户端所传来的所有的表单的数据，该怎么收集？大家请看啊。 呃，这是一个 request 的变量，我呢给一个数据方法，数据的属性，让它首先等于空，然后呢，让这个 request 真听可读事件，这是事件 request on 嘛，arm 真听这个事件，如果用户传过来、提交过来的这个数据流还没有结束的话，就在频繁调用这个方法。 那么咱们呢，用这个点儿 request 点 read 去读取客户端的数据流，然后判断，如果这个数据流的内容还有值的话，那就不停的往这个 request 点 data 这个数据里面进行追加。换句话说，梆梆梆梆，咱把客户端提交过来的数据都读出来了，对不对？都已经收集到。如果用户没有数据了，那这是空嘛？那不走了嘛？那走哪儿？走这个。 咱们还要监听一下，如如果 request 这个事件是 end 的事件了，所有的数据流都已经读过来了，该怎么办？就要进行表单处理了。怎么处理？用到刚才咱们这个查询串儿，就这个地方查询串儿的这个核心库的变量。这个变量干什么？这个变量有一个叫做解析方法，它把咱们刚才的这个收集到的数据流的所有的内容进行一个内部的解析。 然后呢，生成一个查询变量，然后咱们通过这个查询变量的点儿 content 来取到表单 content 的内容。这个、content 是个什么东西？注意，这个 content 就是，注意看啊，表单中这个输入 text 文本的这个 name。换句话说，咱们通过这个点儿 content s 收集到表单中 content 里面的内容。收集完之后怎么办？咱们传给这个数组。 作为数组的一个数组项，push 进去。然后呢，咱们跟刚才 get 一样，进行输出用户的内容。哎、啊，这就是咱们简单的服务器的处理逻辑啊。好，咱们空说无凭啊，咱们马上运行一下呵呵，马上运行。啊，首先说，咱们上一期的这个 forum 点 ejs 我还没有建文件啊。那今天咱们一起建一下啊，呃，建到咱们今天这个课时下吧。forum 点 ejs，然后把 ejs 内容拷贝过来。 然后再把今天咱们服务器端内容拷贝过来，一个客户端，一个服务器端啊，拷贝过来。 第一次接触这个处理的朋友可能觉得有点难啊，没关系。今天呢，咱们用的这个方式是非常原始的 Node.js 的服务器端的处理方式。以后咱们呢肯定会要讲高级的处理方式，不会用这么麻烦的。像这个处理这个用户输入流，我还用这个真正实事方式，No No No，已经过时了。咱们有更新更好的方法啊啊！今后课程中呢，我会给您讲到。好，那咱们我看啊。 咱们应该是拿到这个文件，应该可以运行。好，那咱们试一下啊啊、呃！首先说，咱们呢用到了 EGS 引擎，咱们除了这、e、EGS，其他的这几个模块都是 Node.js 核心模块，所以说呢，直接可以引用 EGS。E、咱们需要安装，所以咱今天咱们在运行 My s q l 之前，还要对它进行一个安装啊。稍等一下，我开一个控制台，然后咱们先安装一下 EGS 引擎，安装到当前目录下。 e g s，回车，很快能安装完。OK，接下来咱们就可以调用 node 空格 my server，就是咱们这个 my server 这个文件啊，咱们直接调用它。Go，如果不出意外，正常成功呵呵。好啊，然后咱们打开这个三千，看一下逻辑哦。这是我的官网啊，请大家有时间访问一下。Go，大家请看。 这个呢是页面初期化时所显示的内容，什么意思？看一眼，看一下咱们这个 my server 吧。页面一上来，先判断是不是走 post，因为我是在 URL 中敲入并摁的回车，对不对？它方法肯定不是 post，是什么？是 get，对不对？get 那走哪个逻辑？走下面这个表单显示逻辑。然后呢，这儿邦邦梆渲染输出。 因为咱们画面一上来装载的时候，这个 post 是什么？是空数组吗？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数组传过去呢是个空的数组。那么这个页面中显示数组内容的时候，一循环一看，哦，这是空数组，就不显示。所以说呢，咱们看到的一上来看到的仅仅是什么？仅仅是这个表单的内容啊，就这地方。那么好，当我输入内容的时候，咱们试试啊，比如说输入 a a a，没问题吧？点提交。 哎，怎么样？他加过来了吧？也就是说，咱们提交完之后，他呢走 POST 的处理逻辑，然后呢这个地方收集数据，收集完了之后解析，解析完了之后把这个 content s 内容加到咱们 POST 的数组当中，然后呢向页面进行渲染，它就出来了。咱们再来一个，比如说 x x 没问题吧？z z z 没问题吧？d d d 哎，这样呢，咱们可以加入更多的内容哦，都是没有问题。当然，我这没有做空判断了，这做空判断那个还需要一些个其他的逻辑哦。好，这就是咱们简单的小论坛的处理方式。虽然这称不上论坛吧，但是咱们能够演示一下客户端向服务器提交数据，客户哎，服务器端呢收集数据并显示到客户端的这么一个大体的流程。 呃，今天稍微有一点难啊，但是希望您呢能够把我的代码呢实际运行一下，嗯，加深您的理解啊。好吧，我看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这个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今天这两个代码呢，我都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您呢下载到本地实际运行一下，来理解一下如何从客户端把数据提交到服务器，服务器端如何收集，然后再返回到客户端的整个的过程啊，对于您理解这 node.js 呢是非常有好处啊。 好吧，那么今天的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今天代码呢，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今天的视频呢，会传到 YouTube 和优 you 酷供您观看，推荐您使用 YouTube。好，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喽，拜拜。